主里，我们是一家人。赞美操是力与美的结合，是操中有舞，舞中有操。不管是大人小孩、男女老幼，都非常适合的，在各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主题在处理，我们是一家人。是的，无论你来自世界哪一个地方，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阿们。是的，我们是一家人，承受主的福气。同心建造赞美操，成为一个勇士的基业。因为在主里是一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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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家人。是的，我们是一家人。好不好？看一下你隔壁的、左右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不分离的一家人，从今时直到末了。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用你的手一起来跟着做动作哦。感谢主赐福吴美玉老师，在88岁仍然够靠着神的恩典创办这么美好的第10集。你们要同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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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我们相信，当吴老师从圣灵来的启示写下了这个从圣经里面揭露出来的这些的歌词，也是神的话的时候，更代表了我们赞美操在这20年之后的每一天，吴老师对我们的勉励，吴老师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号召全收复起复起，要同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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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不管我们的赞美操团队没有大小之分，团队只有同心荣耀主的能力而言。在主里，赞美操的团队是一家人，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没有谁大没有谁小，每一个都很重要。
个在神的眼光都是宝贝。是一家人，他们非常用心的，这就是同心。外面的包容，里面的。耶、yeah! ！一家人，家人，哇！哇！哇！我们给我们的总部团队带来的敬拜赞美一个欢呼，哇！家人，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一起来，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